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要是要是这个连词做一句话，这都是你的。好，我们承担承担，文字这么你的承担承担，이두개단어로말을해봅시다。본문장을읽읍시다。要是出问题，我承担后果。要是出问题，我承担后果。여기서要是는만약입니다。만약라면혹은만일이라면만약하면등이뜻으로씁니다。그냥만일문제가나타나면出问题吗？문제가생기면문제가나타나면제가내가承担后果모든결과를承担감당하다부담하다맞다혹은더맞다등의뜻입니다。그다음모든후과는제가책임지겠다는뜻이죠。好，문장을정리해읽읍시다。要是出问题，我承担后果。在里边，要是出问题，我承担后果。好，那么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见。